我想要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是32。你怎么开车的？你有人没事吧？下次转弯转慢一点嘛。我没事啊，我身手矫健。那是换坐别人了，躺在那边就不是车。那女人没事就好，我们有点赶时间，先走。你把我们威哥车撞坏，你快看，有没有？开那么快，有没有？龙头都被你撞歪了，变小折了，赔钱。你看，你乖，有没有？威哥，我跟你保证，这个正面一定有33C，绝对跑不掉。不是，是34。第一，以我在清场的经验，绝对错不了。屁呀，怎么可能？我刚看那么清楚哎，一定是33C。你们有我看得清楚吗？我在车上的时候啊，他还把 V 0拉低啊，绝对是34。哇塞，他那么 open 哦。哇塞。同学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我的脚踏车修好了，还没，今天太忙了，改天修。Hello， 我想要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是32。我想要知道。我的脚踏车什么时候回来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们新来的班导师贺千代贺老师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。怎样啊？没吃早餐啊？不会大声一点啊？威哥，我们要GG了。好，那我先来认识一下你们大家。威哥，你先开始吧。哎呦，老师，你们认识啊？看你们关系蛮好的吧？是啊。我跟威哥是有那么一点不解之缘，不解之缘。